上，在乡镇中也最能营造出热闹喧甜逗趣的气氛。所谓一镇是一阁，如吴宫镇和镇头的并称，其象较多，有宗教镇头如驾前鼓、锣鼓镇、开鼓镇等，有化妆镇头如素镇、八美图、七仙镇等，有充满浓于意象的趣味镇头如斗牛镇、水族镇等，有小戏镇头如牛犁歌镇、仿镇等，有武术镇头如高跷镇、跳鼓镇等。自古已在迎神赛会中，这些义镇具有热闹酬神于人的功能，各宫庙可借着提供义镇与乡科活动之机会，达到络感情、增进情谊之目的，也在竞争发展风。148秀娥镇头传演篇，小鱼东港迎王大鱼，财团法人东港东宫，明87页91。149同上注。99。阁独具的镇头表演方式下，丰富台湾民俗文化的内涵。150。